看看新闻网。同样也是金爵奖的参赛影片，向我们走来的是电影《盗钥匙的方法》，欢迎各位，欢迎来自日本的朋友。Now walking on the red carpet is a crew from a Japanese film called Key of Life. Yeah. 好，我们看到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广末凉子，有请。欢迎来到上海，有请广末凉子来到采访区。是，那这部影片呢，不仅获得了最佳影片奖的提名，同时广末凉子呢，也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的提名。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，她是，太好了 ，Everybody knows you， OK， 好，我们用中文采访，然后请翻译一下哈。我们知道广末凉子将角逐本年度的金爵奖的最佳女演员奖，对八天后的颁奖有什么样的期待？そんな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。今回初めて上海映画祭に参加できて、光栄です。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，感到非常非常的光荣。那对自己获奖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？受されるのであれば、そういう期待があれば、ぜひ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。もうショーじゃなくて、映画を皆さんに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。他を要求した方法、見てください。第一个最想说的就是，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我这个电影，非常有非常大的期待。非常谦虚，谢谢。谢谢。